我自己长期用下来，我是觉得干纹真的改善蛮多的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现在准备出门了吗？还没，我要再补个妆。你先进来坐一下。好哦。不好意思，我家很乱，我先顺手收拾一下。有小朋友的家都是长这样的。对。但我觉得一阵子不见，你肚子是不是大蛮多的？对啊，我现在怀孕到了后期，肚子真的大很快。那你家大三十几岁啊？我现在大的是2岁。哎，我边整理一下玩具，因为早上我女儿出去玩，玩具还没收。你觉得当妈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时间上真的被压缩的很少。生小孩之后啊，又加上怀孕，就是我可能工作上啊，或是跟你出去聚会，我就要顾虑到照顾他的问题。最崩溃的觉得就是睡不饱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到了后期，我很容易频尿，我现在一个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。加上就是大女儿最近不知道什么半夜还会一直哭着起来要喝奶奶，睡眠品质不好啊，睡不饱，我看起来就会很疲劳。你会觉得我眼睛现在看起来很无神很累吗？我是觉得还好啦，但是当妈确实很辛苦啊。对啦，当妈很辛苦，但就是甜蜜的负担嘛。讲那么久我还没问你要喝什么。哎，我倒饮料给你喝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然后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，我就会在家里顾小孩，找时间补充一下体力跟睡眠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的保养。哎，如果你说到保养，你是不是还要补妆？哎，对耶，那你先喝，我赶快去。我现在很重视眼部保养品，不然我很怕会有一些细纹啊，还是一些鱼尾纹的地方。像如果我挑选，都是会挑选特别保湿的，克兰斯的这个黄金亮眼萃啊，我很喜欢它，它是2:1的水乳双质地，然后它是双管齐下的，这边是这个水精华，还有提亮跟保湿的效果。这边是乳液，它可以滋养跟锁水，它是有天然植萃的添加，所以味道很舒服。它的质地呢是保湿，但是却很轻盈的。我自己长期用下来，我是觉得干纹真的改善蛮多的。它有个很贴心的地方，你看它这里有小低头跟大低头的设计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按照你的天气还有自己状况挑选。我自己个人啊，白天是用小低头，像我刚刚用完之后呢，我现在上妆就会很服帖。然后我晚上睡前是用大低头，因为像我这样薄薄的敷完之后，多余的部分还可以到脖子、眼周跟脖子可以一起使用，我觉得对妈妈来说呢是很节省时间的。我现在好了，我再涂个唇膏，等我啊。久等了，走吧。